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27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的16强赛。接下来这盘棋呢是由王源君对日本的知野虎丸这盘棋呢应该说也是挺精彩的。其实我看那个日本棋手除了知野虎丸以外，那两位特别强的对伊利寮和井对上裕对，泰都没有参加是吗？没有，这个对，级这别。次他们应该就是知野虎丸是那个作为那个他们的一号选手，直接进入了第二轮。是这样子啊。如果井山跟那个伊利寮来的话呢，那肯定是今天肯定是他肯定不能直接轮空的这对，个是知的，野虎没错。但是我看好像伊利寮和井上裕泰呢，今天在下日本本因坊的挑战赛，是。所以这个日程可能有所冲突吧。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 LG 杯的这用时啊，3小时的用时，对日本棋手还相对来说有利一些对对对，时间长一点对他们肯定是有利一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下那个用时比较长的比赛点。对，有一次我记得井山他就进了决赛嘛，大概也得好几年了。对，那次决赛还在日本下对，跟谢尔豪。的，是跟谢尔豪那次，结果他也后吗？面输给谢尔豪。那很遗憾，确实是但是我们要为谢尔豪加油，确实是应对，该。好，行，我们来看棋吧。王元军是黑棋，王源君比知野虎丸年长3岁，知野虎丸是99年出生是，的，应该虎丸这个他还是比较挺年轻的，其实他好像成绩在日本这2年，尤其是成绩还挺好的，没错，是的，他拿过一次名人赛的冠军，日本就是是大的。三冠我的感觉是，除了那两个人，好像除了伊利寮和井上裕泰，就是应该是从差的。成绩来说，他拿过4次冠军了，就是那种慢棋大的是比的，赛。是的，黑棋守了这个单关角然后白棋挂一看来他也没有点三三，对，这个虎丸，大家破了连可扳。能选择一个自己经常下的一个，破了单，不错，也介绍过很多了。反正这个棋很多时候挂了一小飞，现在基本上对，是的。可能有70%以上都不止，我觉得80%以上都是破了扳。如果在这局部定型的话，拖了一扳这是关招，告诉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么下的接上。现在如果接上的话，白棋一般都是度过打这个的比较少，是对，吗？打我的觉话呢，好像是单冲下来的吧。得，单冲下来，那他要顶吗？顶，对，顶我就长一个，尝一个，宁然愿后在这兑黑现。棋在这下一个后手。以前有一种下法，好像是立了再拐，对，是的，这样抢先手。对，是的。但是这样抢先手，好像将来有扳啊，有点啊，好像觉得并不便宜。味道不好对，这棋。所以一般来说呢，都是我不抢先手，我就这样后势的这样挪一后手，但这个地方要厚不少。这个图呢，黑棋很厚，对，是觉得就是。是白一种棋厚重的有下点法，亏，就是没错，所以是呢，的，白棋这样下的很少。对，是的，好像这见不到这个图了，现在是，白棋实战当然是度过这个是最常见的下法，是压一个长，就脱先了。对，我记得那会儿黄老师还说，这个如果说接着压的话，是有吧，可能白白棋。棋还是脱先。对，有可能就脱先了。我们那天是前几天讲的那个对，是棋，的，不太一样这对，边。不一样，配合呢配，因为你这个棋你记住再压的话呢，这个棋呢好像是黑棋这个断挺厉当时是这边是一个高跳的形状，害。对，那有是点这不样一样，的。我记得是那个女子比赛对，也可以断，你的记忆力挺好。对，是的。现在呢，你在这个新位呢，这个断也挺厉害的。你如果这断应该断不动吧？如果说打这个不行，打这个是不吧？行，我立完我拐几下拐先手盘再也把立，人立死，打这个，他一般来说都是然后这压个，这个，然后拐，然后是扳了扳，吧？对。这个棋呢，大家记住啊，在这种配合新位下，这个地方黑棋是打入这个。
他不是，他很简单，他其实思路并不是很复杂。拐一个，然后对，等拐的时候我再打靶。对你，你打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意思，嗯、但你要我下，我不一定下得出来。然后这个地方我打完以后呢，我再跳出来。嗯，是。因为你如果先打靶，你再打入难民，人家肯定是走外面的。是。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我先打、嗯，我先打入，你如果压住的话，那这时候我一顶你。那还挺麻烦。对呀、啊。这随时打靶对，随时基本上绝弦。你拐，你被我先手打爆，那么我这拐出来，你这个棋形就有点裂了。裂了。但是呢，你这个地方如果被我直接顶了爬过呢，你又也不难受，不乐意。那待会儿我就不打靶了，我可能立这个，或者说有可能以后打底下、嗯、都有可能。嗯，所以这个棋新的这个配合之下呢，这个有一打入，你如果搬、嗯、压的时候搬起来，这个白棋挺难应对。嗯，是的。所以他，如果说压的 话，白棋脱先的可能性大。嗯，这全盘大场很多逼这个，嗯，什么小飞啊，他就不赢了。你搬了，连搬，那我就，把脚、嗯、把这个脚上这个打，或者甚至好像打二路都有。打这个，不知道哪个好，哦、对，就是这个意思。嗯。嗯反正你压的话，白棋如果搬不利，那我就不搬了。对，我就不搬，我就脱先就完了。嗯，是。所以黑棋也觉得可能这个压呢没有全盘其他地方大，他也没下、嗯、将来再找机会、嗯、所以黑棋实战挂了这个三箭高加、啊、这个对这个稍微少见一点、嗯、智野虎丸是三箭高加的对 有一阵看智野虎丸的棋、嗯、觉得他的棋就是、嗯嗯挺注重厚的厚的那种感觉啊、哦嗯嗯，这个发挥他的厚势，然后用厚势来取胜、嗯，这种下法好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用的挺多的。嗯，因为现在这种大趋势之下，嗯、这种棋风挺少见的，就我的印象还挺深刻。嗯，不知道今天会不会采取这样的风格啊、来行棋。这个棋呢，就是作为局部来说，黑棋。也双飞燕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下法、嗯、一般来说白棋现在这个棋是从这边压长点角、嗯、这是啊点三三这也是一个两分的局面是吧、嗯、对爬回来嗯然后把这个吃了嗯然后大概白棋他大概就是想开始的预想图嗯大概是这样的对这样其实黑棋倒是也没有什么不满 嗯就这种棋将来大家注意后续手段靠一个白棋的对是靠一个的、嗯、是嗯千万不要走这个走这个他什么顶一顶啊那就很无聊效果不如靠一个嗯如果他搬底下呢你也可以就看情况 对， 对也可以搬这个、嗯、看情况、嗯、对我即便搬这个你也很难受是他挺麻烦的这棋不太好弄、嗯、你如果搬上面他好像是可以往下面搬了 是的这个黑棋依然很麻烦，对，嗯、不知道怎么办。有个子，是的。一般来说长比较多，但长将来这样收刮呢比较紧凑。那还挺愉快的。这边，嗯，待会再拆好多木。对，有拆的情况下。是的。嗯。所以这个智野虎丸呢，肯定最想，最开始的预想图应该是黑棋双飞，然后下针这样。嗯，是。然后王元金呢，也没有按照他的意图去下，嗯。下了一个很逼这个吧，也是有的这样下法。单逼啊、在这儿、还挺有意思。我看王元军好像在网上跟那个范廷玉啊他们还老练快棋的。对，王元军在网上棋下的挺多的很。然后我看他们下棋这个平时都是觉得好像耗实地啊像放那个范廷玉。结果两个人杀得天昏地暗、你简直想不出来那棋下的有多激烈可能是因为快棋的缘故吧。哦，我看的都啊很过瘾，应该说。然后直接虎丸也没下了、局部下呢，其实尖顶的跳也是有的。就这样是吧？以前我记得有个这样的，什么中国流啊，有这样的变化。是的，是的。当时还怕什么尖冲，当这个局面。有各种的对对，有各种的变化，还有套路，什么冲了一扳，什么断了，怎么脱了，对对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冲了扳，
打完以后一拖，嗯，是的，对，这个可能得打一下，不然你直接拖，他可能打这个，嗯，但拖如果搬的话，我有了力，对，力我甚至打完力都可以，嗯，对，可能还飞机这样不一定行，嗯，不一定好，嗯，好像这个似曾相识，嗯，看起来，嗯，这个可能你以前讲解的时候摆过这样的变化，好像什么时候看到过的是，嗯嗯，但是很久没见人下过了，嗯，毫无疑问。嗯嗯，反正呢这个布局呢他双方也就没有尽量破坏你的意图吧，嗯，是的，嗯，然后他实在是这一环在这碰了，嗯，是，嗯，碰这时候黑棋，因为这有个子你就不好意思再从这边搬了，这就变得很重复了，没错，那太近了，对，可以搬这个基本上是必然的，嗯，我感觉今天这些虎安棋下的挺积极的，是他反正是走一些你对方不一定想得到的招法，想得到的招，出乎你意料的招法，嗯，是吧？尝，嗯，一个，嗯，贴一个，打这个棋，这个也是经常出现，但是只是这边的配合有点不一样。嗯，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两个子的时候，开局也经常有这样的变化。是的，是的，嗯，就先这两个交换了一下，嗯。嗯嗯，这个，然后他现在有点变化了，招法，是的，嗯，以前好像都是，这个，当然这边配合也不一样，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对，以前什么拐弯啊，然后跳出来拆出，嗯，当然这个时候以前白棋下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一般是白棋子居多，对对，白棋这个是个行为，嗯，没错，然后还有什么点这个的吧，对对，这个，都有都有，嗯，这个咱们贴一个弯出来，然后虎一个点脱先了，我就这学不会这招，嗯嗯，现在呢他这个地方配置不一样的话呢，嗯，可能你说的这个就以前这样拐了跳可能就不太好，对，是的，嗯，好像白棋觉得两块棋都不太好，对对对，那他即便就是上面飞过来跳过来你这地方也很苦，嗯，这个子呢你现在就不一定是地方了，嗯，这个棋，嗯，所以呢他这个直接虎完了他就是现在直接跳了，单跳了一个，他想在这边呢，哦，直接的求安定，嗯嗯，这必然的一手，不然的话被夹也快死了，这个点这个两个字，嗯，不死也是差不多，嗯，对，拆二就地坐后，嗯，这也是黑棋也是堂堂正正嘛，反正就是通过攻这块嘛，嗯，让这个子的三个子的活力呢变得没有变小，没错，嗯，然后尖白棋小尖了一下，嗯嗯，这都是可能想做活之前呢先占点便宜，嗯嗯嗯，然后把这个拐了，拐一个，对，这个还挺愉快的，对，他如果能先手拐到他总是不错的，嗯，是的，嗯，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个地方局部呢也不一定有反击，它局部能点吗？比如说点这个，点我可能压这个，我这长好像长不动了吧，长是不是要被你拐下去啊？长能长得到吗？我是有可能，我觉得你有可能拐下去，有什么顶一个我不知道行不行，顶一个是吧，嗯，顶一个也挺麻烦看起来，嗯，这外面有点碎，看起来这棋形不太好，嗯，哦，你这顶一个反击挺强的，虎也不太行，好像看着，嗯，你如果拖一个拖，嗯，这样可能有可能这轮气杀得过我，我就打拔了你接住啊，我就尖过来，那这黑棋不好吧，你直接压了好像被我一挖，我感觉上这个黑棋要死了，气杀不过，嗯，你猴呢反正我就冲出去了，嗯，是的，所以你可能拐的时候呢你也不好在局部做一些反击，嗯嗯，那还挺难受，嗯，这个棋形，嗯，我觉得黑棋被拐着一下很不舒服，因为拐本身就是有一手棋的价值，嗯，在外面算是一个大场一样的，嗯嗯，刚才都很空旷的时候，嗯，黑棋都想压的，嗯，反正白棋如果能先手拐着一下呢再做活他总还是对比较满意的，没错，嗯，是的，嗯，黑棋就贴了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反击，他就走了一下，嗯，然后白棋再护，反正当时也黑棋也还
也差不多吧，反正这棋差别不会太大，这个棋局势。这里面还有点什么手段吗？我就看着，你就无他比非如就说是，他靠断，对，当然不是致命，然后就可能会有点棋。对，那就根据你将来的厚薄，根据场合，你靠断，我肯定是只能吃这对，大概是这样子来提掉个，提掉还是接住？接住接是，上对是吧？对，接住是也可，接住完了，我那冲这出下去，冲不着了，对，我那冲黑出棋来，也不赚了，好像这对，样是吧？现在这个局面可能不一定行，没不一定行，但是将来你这个如果黑棋周围是铜墙铁壁的话，也有这种下法的可能性，就，是，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尖呢，它虽然说看起来补得撑一点，里面有点手段，对，但至少你现在目下没前什么他好是顶住了，的，没什么大好的，所以黑棋这一带也没有纠缠了，就算是告一段落。那么它跳出来，白棋跳出。然后这个反正就下得很猛啊，这个下法，这么跳了正，哦，那就天是，是看谁是申真虚吧？对，米玉婷的棋好像就是这么，那硬个战攻是吧？斗，对，强攻，战这斗属就于是这么强开攻，始的，其实是特别激烈的一场战斗，应该说。然后点一个，白棋点，显然他白棋呢，他就想从这边想办法，是是，他不愿意从这个缝里面去钻，他对，觉得这里面呢可能没有太大的前途，这没错。而且你尖了这个之后，你再往这儿走，其实这有点有了这别个扭子，这就不太对了。对，接点一个住，接住。这思路反正是比较连贯吧，这个。是的。然后往这儿走，反正出这个头。棋，这个地方处理成什么样，对这个开局也是很重要，就是这个地黑棋能不能反击呢？我就比如说，我走这方。啊，那我就肯定是个，断，长，我也不知道走的是这个，正常，对吗？那他可能觉得这样，靠出来，这个站起来是不是有点站不动了？觉得，我甚至是不是就别那么就打掉直算接打了了。虎吧，对，是的。简单，你正常长嘛，可能觉得这样飞出来呢，你也不好攻，是的，而且攻一攻，你说不定这个还自己还有点问题，挺薄的，这个看起来，待会儿就从这儿跨断它。等于这可能他觉得这样下的有点臭白棋下棋的没错。感觉，你如果说这块棋你不能把它怎么样的话，那你的空也没有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究竟。好，这个，然后黑棋长，去跳出来，白棋跳出来，这个出头出的还挺愉快的，看起来。那黑棋呢，就算是把这边就是先护住，是吧？这个棋呢，反正你这个点完了，它将来能点角的话呢，你又有损的地方，黑棋能点到这个角的话。对，黑棋飞了一个，先要求先他还飞不出。肯这样冲出来。冲的话，白棋可能也不敢，可能往这边嘛。贴出来对是对吧？对，也不会在那边硬封。那黑棋搬一个，这样。搬那我就顺势搬呗。啊，你搬这个那他，搬这个，你就打算长出来吗？我长或者搬都有或者可能。搬这个是吧？这样。因为你搬这个的话，那我就顺势长一个，长和双柱，对，这两这个交棋，换总是便宜，对白棋来说，是，反正他觉得这样再贴呢，这个地方不一定好，他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那个什么，积想把极，头争到前面去，看起来，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下棋，是的，然后爬一个。他觉得你这边硬冲断，他也不太怕呀。这样，这样冲断，招好像看起来对，而且我这很有可能我还先把这个拐头，非常诱人。这够狠你要来走，这局部你还不见得杀得掉我。我就冲了打吃掉这个子，你看，这样，对，是吧？
你自己气也很紧，你顶倒就一立，你看，哎，这种肩还有点，没错，这个肩基本上是有鲜味的，因为这个骑马是一个打结了，就眼见的打结，所以他也不太怕你这个直接冲对，他，冲断他是不怕的，毫无疑问。顶一个也非常的这个厚实，挺好，顶这个。挺厚重的那种感觉。他反正这边呢，那一拐我就跳嘛。对，是的。将来他顶完以后，他就有可能再冲断。这黑棋下的也够硬的，是看起来，拐一个，对，不是那种很柔软的招对，这个棋看来王元金这个棋风啊，属于那种比较直线的那对，种力是量的，型是的的。棋。他其实挺力量挺大的，我对，就觉得，他觉得他要追究你这个形状的责任。对，他也是间接的补强自己这几没个错，子，是的。补一个。大师他就接上从这边接，了。这白棋没办法，他要连落，对，翻。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从吃断带。好提。打一个。打吃。然后这时候呢，这些虎丸呢，先脱先了，他靠了一个，对，其实他这一下吧，都是想顺势定型。没错，是的。这黑棋作为黑棋来说，不挖断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就因为你这还走了半天，你如果让人家都连对，上你的如果话，那你退这被棋子虎过都来，在干嘛呢？可能这三个字这位置也不太对。然后他就简明的这样定了一下型，就打了爬了一下，这下的还比较简单。对，他结果来看也还不错，白棋，白棋就把这个接上，说明这个这些谱完，他这个判断还是可以的，是，就是说他下出这个变化图以后，我们这个胜率显示他明显现在有70%多一点，就对。是说他下成这样以后，他的判断跟这个 AI 的判断很接近，就是自己形势不错。一般其实我们比如说靠完以后再接回来，总是，心情上不太开对，你这样毕竟是帮黑棋走后了，心。说明他这个判断还可以，我觉其实这个挺愉快的。你看，将来我一定你得连上。对，那肯定是，我的目标就是让你连回去，绝不是把你冲断。冲断的话，人家活得对，很轻冲断松，没因有为这目的。棋。那这时那候对，他黑不棋能他不肯呢。这被他盯一下，单关连回去，太痛苦了，这件事情。小尖，然后还继得续再爬，他爬也一无下。法忍受被白棋先手挡。对，被我挡，你还是得连，你不连的话就没活呀。对，爬一个。那白棋能够飞过来，感觉白棋告一段落吧，这个棋基本。白棋这边反正也活干净了，这边该走的也走到了。应该白棋这个自估还是比较成功的，是，因为它都带着木呀，这个地对，方是活着的，带着好多木，跟你这边木也差不太多。没错，我也觉得白棋不错，就即使不看胜率的情况下，觉得好像白棋下的还这儿木也守着了，这块棋也处理好了。虽然说这个地方被黑棋吃了一点，但是将来这个还欠着断点呢，这个黑棋。翻，真的是很硬，就感觉棋下的，然后连扳，你有没有觉很得直棋接，下的下很得很硬？直接，这种感觉，棋很直接。接上，然后这时候呢，这些虎丸呢，它这些虎丸的棋，看来不是那种一味的蛮干对，的，就是那，是不是说那种一的，味的力量。对。才知道迂回的是一种棋风，他现在冷静的把自己做活，挡住挺大的，我觉得。对，因为他可能就不愿意在这边下棋了。比如说打出来，正常的感觉是就打出来，打了粘上是吧？对，他可能觉得在这边下棋那价值不大，你越走那白棋黑棋外面子，每走一个你就亏一点，是的。
所以呢，他干脆呢直接这个做活，因为这边总是有一些价值的，而且你这个走完，将来什么冲断跟这搬都有关系，跟这收数。他这个挡，哎，挡一个还是很厚重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其实这个底下呢，我觉得好像，就是人家如果他不走，人家杀他其实也不太容易杀。我是觉得，我局部我没看出来。活肯定是不对活啊，哦，你点一下吧。点一个，哦，你可以单点就行。点完你总得有，不能他不能挡这个，挡这个被你断，这俩死了是吧？只能这个，然后这样然后是这这个样应该就是不活吧？局局部部不不活，活，哦，点一个局部不活。如果你这地方大家爬一个，好像这期说不定还真是，是啊，我就看着爬，好爬完像了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已经活了？这我也觉得局活部了，挡住，这局部已经活了。对，就不要去爬这个地方。单点这棋，点在这儿，这是好棋，确实。那难怪他要补一个。对，补也是很冷静的一手。不在这边做，下一些价值不大的单关，从这里。是的。我就单补。然后看黑棋，那黑棋终于不能再走，再走是后手，所以他走这个，挡住。好，黑棋小飞，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有一步，这个扳啊是一步很大的棋，看起来小，实际上非常大，因为你不走的话，作为黑棋来说呢，这一点也非常大。点一个，你接住我就扳过，我不知道硬哪。这个如果说你非要扳下去，这现在我有可能把你吃了吧？对。对啊，我这他就还可能你还吃没到把我这断儿，开，所以基本上他就那太大，算了，我不硬了，也因为就被这样白棋扳以后呢，我这将来这个冲断呢还是先手，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有时候这种二路啊，看起来小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要点。如果白棋扳的话，我估计黑棋得补一个吧，不然就补这儿，不然就补对，那补儿。外面你或不者，补的话，被人家打白了，你这就快死了，人家再走一个要打。这个巨大，这感觉。尝一个，他下什么了？他从外面打了他是打这个的。贴，他也还是就瞄着这些冲断没错，然后王元金，其实这时候黑棋说不定就应该从这边点一个。点这个，这个，点这个的话，他是，我想想，他能不能走这个呢？这个能不走能这个行？被我冲，你可能不太行是对吧？不太这行样，了，这个拖也拖，那怎么办呢？拖一个，这个，想点办法，我不肯就这么粘上被你扳过。对，冲下来，我再冲过来，好像也挺麻烦的。这也挺讨厌。那如果说我粘上，在你搬的时候，我现在搬，因为现在外面情况不太一样了。对，现在搬，现在搬你是不是有点儿？你敢搬下来吗？我也有可能呀，我也 还是要搬下，这不儿是有我冲多断半，是吧？我多半会把你吃了吧？吃了是吧？你这两个都你不敢搬下来，对，总是见河的，接跟这个冲，而且我这拐还是有先手的，就是这后面还接欠一个，上的话，这里应该不对，这我拐这还有拐扑，这个，我这下子也冲不着，还挺讨厌。你即便冲着我就跟你接回来，我作战我也不见得怕。这已经损对失你，惨重，这白棋底下，自身还有一些底问下题。损失惨重。我这你的冲完我还是有至少有个打对，劫吧。是的。反正呢，可能这个地方呢还是个要点。将来什么时候被白棋这个扳就，那他刚才他如果说那个不下的话，但是那个不下的话，他是不是他搬这个人家对藏到白外棋面大概去藏外面。了？他可能在尝这个和搬这个之间，他还是抉择了外面，所以我觉得这那个玩的棋，他还是偏势一些，我感觉，对，然后王已经跟着走搬一个，呀，其实这个棋形白棋不是很愉快的一个棋形，对呀，两子两边被堵住那种，他也不怕人家打出来是吧？打是，出来他觉得搬一个很大。那先搬他一下。打出来，
就是，当然他只能怪吃这个，那怪打呗，那就。拐打这个的话，这底下反正现在走不着，那就先把这个，怎么操作呢？想那他可能还是得出这先边，还跳是出得来，怎么走？跳出来被肩着，很不愉快啊。或者虎一个棋，这样，他是瞄着这边，这个棋，有可能，瞄着这边的包围，对，这个是棋，的，就看这这四边。个有可能就弃了。你如果靠这个尖了把我夹死，我有对可能，对对，我这这边四走个不也走？不是很重要，但是这边都无所谓，这边待会靠这个很关键。所以这个王英呢，可能觉得这边，这边有点薄了，对，他就搬了这个，还是守了这个。然后这时候这个虎王尖了一下，他可能是不是就是刚才是怕你有 点那担个心这靠个是靠吧？断，比如说你虎啊，我这有多一个子以后，这个靠断可能就变得厉害。所以他可能想先刺一下，问一下你应手。你如果再虎的话呢，我就走别的了，这两个子就变轻有这个可能性，了。确实。刺一个，然后黑棋搬了一个。从这搬，我怎么觉得他这个搬的不是地方？对，好像不太是地方。这个我本来我也要虎一个，本来你不如你要就补自己补一个算了。你要觉得这边断一个很厉害了。他断一个肯定是而且他绝是觉线，得这个棋打了长不行是吧？我们我也正不常的，明白他是什么最意正思。常的感觉黑棋是打了那长。我怎么按不理是说断这两了？个子白棋得跑，因为这个地方有断。这能他是他就能是说跑得他觉掉得吗？这四个子不大，就是怎么？吃我这们比四如个，说我最需要简再单的，贴一对，个。我们最简单的，你我这发个现夹四死个了，加死，那就搬他可上能来。觉得这地方断一个，被他断一下，不太舒服，不愉快断基本上只能狠一点，这个，打一个。然后再吃回去，这能不能行？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些什么东西这味道有点不太好。啊？打了冲这个，单冲，然后有个点，是吗？对你打我可能有一点吧，点好像是点出了也气冲了，过来。不太好，这个要出气。但是你这棋，说实话我也没看清楚啊，这是什么？它是不是就这种棋？走一走，我觉得上面这块棋已经要有点，对，而且中间即使他这样搬一搬，他吃四个好像是未见得便宜，这上面还是很个庞大的。这个吃四个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跳过去好。这两步棋感觉可选，可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跳过这个去。断还是有一点不太好办。那他就别在这搬实战，我反正觉得确实你是感觉没什么便宜我不觉得他这个搬一个很有必要，他搬完了想干嘛呢？这，就是你说他这个棋啊，特别的，他特别硬，就对，感特觉别下，硬那个棋，就是下得特别硬，就感觉一点也不没有柔软的感觉。长一个，就是你自己，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问是，题。黑棋的里面的味道不好，主要是，他自补了一现下，在他又连回来这个下的真的对吗？我要深深的打一个问号，了。这样下真的好吗？白棋提了，那他肯定在这边走一串，好像主要是走现到一在问长题出来，啊，下这成白这样。棋变成铁后了，这块棋这我现在很担心，现在被白棋攻一攻，是我觉得不太对，太看起来轻，黑棋。黑棋等于是在这边下了手棋，这手棋呢本来就要走。不一定便宜，可能这个下法，白棋呢，还是这个地方尖，还是有价值，下了半对，天，是的。将来这冲断什么的，局部这个冲断就可以刮他一下嘛，至少是。主要是这边白棋先动手了呗，冲过来。但现在这黑棋有一个扑啊，对，那这手棋太大了呀！这个地方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不被是白这棋怎先，么也得对呀，先抢了吧？这手棋因我为，得先抢了吧？这一步出棋，不抢我你没法搬我看现了。在不能吃下去了，搬这我就棋，粘回去呗，我就打了接住，打到街上了是吧？抢一先接手。下，这手棋太大了，因为白棋先搬的话是先手呀，
那你不是你如果吃的话，这是双鲜啊，这这顶太不巨住大吧？这黑棋鲜手双鲜这个是最大的棋，永远是昏棋过盘。去，被人家搬就是昏白过叉去。的目啊，比如说你现在摆成这样跟白棋搬，你看有可能白叉四五目棋，太大了，这实在白是，叉的就是这个无法接受。这个如果说能下成这样的话，是不是感觉会好一点？那接下来不用说你我该下什么还对下对什么？对对对，还是无论如何还是想抢这个，这个这太手大棋了，太实大。在是，实战它是直接尖，它是单尖的，对，然然后后白棋白棋那搬搬，了，这棋挤了一下，这个太巨大了。立着，他是不是还看着是？待会儿对那块白棋有点想法，白差了三四目，就刚才就点过来，但是白棋先这个地方是个打劫，先团了一下他，团了一个，要了他一下，团了一下，然后确保这个挡是先手。不是，那黑棋为什么没打掉呢？哪个打掉？我就说立之前。哦，这不是白亏的吗？我怎么觉得是？我打了再立，反正现在因为白棋还是挡这个，还是先手呀，是的，他只能有这可样。能白亏个两目棋。就是他为什么不先打呢？可能当劫材会好一点那样下，但是反正那个先损的现实的，你如果是这样，这个图是这样。如果说先打，接上他这个棋有可能是先手，他比如说先靠你一下，靠我就接住嘛。那我就，那我这次序，不是，你提是后手吧？好像。就是看错我了，翻译错这个看错了，但他可看能就错跟可能觉得这样劫财有点关系，了。但是呢，这样劫财的关系呢，眼见的差两到三目呀，白棋多了一目，黑棋好像少了两目，刚才说。这好像不眼太见的细差了了。三目棋，现在是五目，刚才如果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目，就对，已经两目差两目了。这儿差一目，就眼见差三目，这差的有点多嘛，好像。然后白棋拆一，拆这个一，然后他黑棋扑一个，那你总不能白死了这个，一定要团打。打劫了，接住。不过这个劫倒是对双方也很，因为黑棋打赢以后，白棋这个地方要被收挂，所以劫材也很重要。是的，提劫，提了一个，看白棋冲找一个，劫，他是找什么了？冲一个，单冲。冲他也没办法，这个地方是不是被搬过来太大了？黑棋如果不硬的话。还可以搬了连搬。是搬了连扳哦，这个如果说接上的情况下，那搬了连扳应该不成立，那搬就长呗，要不然就搬一下。长，你能贴了断吗？贴了断，我拐。好像可以，就说这手棋它是不能不硬想点是吧？办法，能不能有点别的什么办法？对他如果接住，他假如说接上，看看这个，刚才搬了连扳，看起来不太行，是吧？打了打过去，觉得不行。那实在不行就单长一个，长他尖一个，我单纯是长好像也，也没多大厉害，是，应该他是有什么手段，我觉得是。这里面是不是有点什应么该不招是那么简单的，想想他的他招可在能哪儿？有可能他就是搬了连扳，搬了连扳这个，对，那逼他打一下，对，逼你打，然后再打这个，对，长一个，接上，因为我这拐是线上嘛，拐一个他只能拐过然后去，可能是不是从这边穿过来，穿出来，对，飞出来，那还挺厉害，这招。我在打先手，基本上已经连上了，就要对，保留这个打。是的。
估计他是应该是看到了什么手段，应该就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个职业虎丸的判断应该还是挺强的。对对，感觉因为他其实啊，他可能想开了，我就打输了也没什么。是，我这猜一还本身有价值，我这已经收到了，该走的走到了。他该干的事儿他都干了，然后他黑棋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下半年没错是的。你这在被我什么，在这收刮先手搜刮，就没有收获了黑棋。没错，所以王元金还是得挡撑住，撑住。王元金这棋就是硬，我看出来了，提了一下。黑棋小尖，几跳，七劫，断一个，那这个冲一个当劫才太舒服了，这些劫都是很愉快的，也不损的。是的，提，断了虎，然后再提一个，是吧？点一个，点一下，接住，再提劫，扛一个，这都是现成的劫材，黑棋都得硬，提。点了一个，点这个接上，去接劫也没有感觉有多大，反正这些都是就先打一会儿，作为摆起来的时候完全是就可以官费旅游，对，跟他转换的是各种的转换方案，白棋这个完全是一个无忧解，是冲了挡住然后黑棋提掉，是吧？这地方其实有几个明显的解，他可能等最后再找那样。不着急。铺了提掉，然后提解。拐。黑棋拐一个。你要实在想吃，也能吃了它。但是吃就接，应该就吃了吧。他可以打完了，打了拐下去，然后就下去了。还会硬。黑棋应该是要硬的，接上。接。他现在他也就没有继续那个。执着于这个劫了，因为他觉得你这些拐一个是帮我走棋了，就走后以后呢，我就你损了以后，也可以说是黑棋损了以后，我就把这个劫看清了。是的，是的，对，他觉得够了，然后黑棋先冲这个，先他先把你想先把你逼回去，这个劫就变轻。对，如果你肯忍一下，你忍在这儿，那这个劫就没多大了，十多目棋也就是。十七，提一个，然后黑棋垂进去了。对，这个劫就那是打着玩的一个大官子。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最后的关键了，胜负。那白棋呢也下的也。白棋先接了，接住。先把这十几目棋收到。因为毕竟你这提完我还要做活嘛。是的。我先那个什么，这个地方你只要就跟上盘棋江东润那盘棋一样。我这个地方有很多很有弹性。你只要吃不掉我，那我这个接完以后，你的空就不够了。黑棋拖，看这上面的最后一站了吧？这应该是搬，挡住，然后虎一个，打吃。然后搬一个。先搬一下，然后再。进去连回来，这好像这一手一走已经连回来了。我没觉得他能断了他，这个反正你靠哪个我都连上了，这个也不行，都两边都靠不断，人连得很轻松啊，这个小尖。反正这个织野虎丸的棋确实还是比较柔软的，有时候对，他下的还算比较清楚，这很清晰，思路很清楚。空不够了，现在这个棋就面临一个空不够的问题。对，黑棋目不太够，觉得是。看他下了什么呢，他是打吃呢，黑棋肯定提劫，然后他在这儿找了个劫，铺了一下，提劫，黑棋粘回去，这个好像粘回去盘面差不多，我刚才看从当成木的角度来说，现在这个棋盘面可能黑棋好一点，他要双，他很双在这，他还要并在这里，这还有个靠，这个劫打回来，就跟刚才那个棋形特别像哈。就脚上那个棋形没劫了是吧？这个棋被白棋打回去了，黑棋没有合适的劫材了。没错，没办法呀，人。这里。那他这个等于落了一后手，这个地方白棋先人家还粘上，人家才不放过你的。这个挖是不行是吧？挖一个。挖一个我就打。这样打呢？
大，现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着我是，怎么个选择法？我是粘上吗？粘我题啊，哦，你也可以粘，对对对，对，你这粘有是个好机会，靠。对你题这地方有一我突然靠，发现是我有个粘，突然发现有个粘。因为你没有办法，黑棋你走这个被白棋藏啊，人家这连得很清楚，你不能提，提了一段打一靠出棋了。所以这个挖还不成立，也没有办法，等于说这个几是先手嘛，就是。那就只能胡了，很无奈这个，结束。他下的是打一断下，打，接接上，上，然后把这把个，这个吃掉，这都是这大个也棋，巨大，确实。等于这个黑棋啊，下半天落了个后手，白棋把这接住了，好像也没什么收，这一串好像黑白棋又有得分了，我觉你刚才判断觉得盘面差不多，那得，这儿他又粘了一个，等于说，对，感觉这个棋盘面目前是有点细，是，那这打，棋贴不出目是肯定的了。这棋虽然只贴六目半，但是六目半也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啊。然后顶一个，电影，挤，挤掉，然后挡住。顶一个，搬先手，搬在外面，打吃，这再棋搬，搬一个，搬，连搬，然后，白棋走什么了？哦，把把这这个个挡挡住，住了，这也挺大。这个要不走的话，黑棋。就爬吗？在纠结这件事你说情。爬这个是吧？我不知道爬哪个好。有可能就爬回来，就爬这个是吧？可能还有一个收气的关系。对。再冲一下。就退他当然说，如果说这个局面实在不利，我嘛。可能就跟你拼了。即便这个退一个，这关就子也很退一大，个。将来这个团都是先手。是。因为这一挡的话呢，你这个地方黑棋走不动了，你黑棋你搬粘不了了，这就很痛苦。你搬粘就搬得粘冲了了一就，挤出棋了。是的，是你如果不能搬粘呢，你只能接又被白棋搬，所以这个爬过本身这目就巨大。挡完以后，白棋基本上这三口气就不用收了。是的，是的，那上面还差三目棋呢，这儿，很明显的。刚才是下了。挡一个，然后，黑棋中间冲了一下，这儿，然后打飞，这是一个大的关子，飞这个，白棋把这个加过来，加掉，他觉得这儿也没多大，我也不应你了，把这个吃了比较大，是说，据说这个日本棋手的关子普遍都还比较细腻，是吗？有这说法吗？其实我觉得顶尖高手的关子都很强，都差不多。对，因为像枝野这个级别棋手，应该不会亏，就是太明显的失误。你别指望他的关子有尤失其误，进入这种没有太多的那个什么，是的，没有太多变化的关子，都是很扎实的这对，他这里呢，然后黑棋跳了一个，他本身他就求稳了，他觉得这棋就判的。本身靠住应该也不小吧？靠住是这样，他就是先手退嘛？了，没问题。好像你不能走啊，这个，你不能走这儿，走完了反正也得补，对，要不然打打完了，打打到完，一段出事儿了，对，你这长不出气对，所以这是一个后手靠住，所以他干脆就是抢这个，对，他这儿我也不挡了，反正是，就让你跳吧。跳这个，可能没有想象中，我刚才说那个牌面差，我可能没那么差距那么大，但是就是这棋，肯定是有差距，毫无疑问，这个差距是已经弥补不回来对，看他这个下巴好像已经稳了的感觉，就是搬一下，他也不敢他打，就跳，劫财还是白棋有利，
芥菜这一带有很多芥菜，这中间这边还有芥菜，哦，打几个，打一个也很有很多芥菜，反正没炒一个算了，翻一下最后的、挡住啊，那就半粘吧，应该是。然后可以下了什么了？翻一下。哦，他翻这个。松了一个，挡住。拐。接住。把这个弧打打住，来去顶一个，先。它下的是，看它去哪儿走了？哦，把这个钉了，钉的也挺大。佩奇现在收哪儿比较大呢？看看。哦，还真是盘面差不多，我又数了一遍。哦，盘面差不多。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个结？啊，他就糊了一下，糊了这个，嗯，啊，糊了这个，然后白起挡，这都是出于小官子了，现在，他为什么要挡这个呢？就是官子是吧？对，这个结他也，这结我肯定要是给你撑住的，啊，他撑住了就是打的话肯定要撑住，他就觉得撑住了，对，反正我觉得你打不过，嗯。也挡住，他也不打了，介绍了。这看起来王元军已经属于这个调整心情的状态了，知道自己已经收不赢了这棋，那就差不多就行了，也不再拼搏了这棋。他下了什么？我看这不提这个劫？对，提了一个，然后白棋冲了一下，提回来白撑住，白棋所有的劫都要给你撑住。这种地方他。不退，冲，要不要给你挡住？黑棋提劫，白棋粘上了，这是不是什么时候冲了一下？现在冲的，就目前冲这个，接住，这是最后一手了。这个现在王元军，这黑的王元军没有再继续了，就是，确实是这棋已经差距比较大，盘面挺细的。对，这对来他们来说的那个差别就太大了。是的，是的，最后这盘棋呢，就结果就是只白的枝野虎丸是中盘胜了王元军，进入了这个 LG 杯的八强。对，拿到了最后一个的八强的名额。对，我觉得日本棋手也挺不容易的，还是希望他们有出色的表现吧。那八强他是重新抽签过了，对，他已经抽出来了。对，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八强的抽签结果呢是。柯洁对江东润，米玉挺对申真须，丁浩对金明训，杨鼎新对枝野虎丸。反正中国四盘棋八强都是外战。没错没错，这其中我最希望的就是米玉挺能够报农心杯的那仇，看看对能不能那个仇的能把他报。那个故事比较多，那盘他们那盘棋故事比较多。是，那盘棋没赢下来，真的好可惜。如果赢下来的话，我们就拿下了农心杯了，确实。那今天这盘棋应该说枝野虎丸是发挥的比较出色。对，应该是完胜的一盘棋。是的，我一直掌控的局面。是，看起来也很清楚，下的非常清晰，思路也很清晰。然后。王元军这盘棋也给我印象深刻，下这么硬的这棋，对，招法是比较的直接，很强硬，当然这个强硬你也得扛得住才行。枝野呢，毫无疑问他的计算能力啊、判断能力啊都是一流的。在这方面今天拿王元军拿得死死的，可以说是。好，那我们这个就是 LG 杯呢，第一个阶段等于说已经告一段落，对，八强的目前应该还是时间还待定哈。是这样子，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吧，因为接下来这个八强战就很好看了。好，行，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谢谢大家的收看。